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工作招政社员一到两位，然后工作的内容是检品捆包，工作的地点在纳凉县纳凉市，工作的时间是8:30到下午5:30，月给是20万到38万不等，日语只需要正常的会话就可以了，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会社参加说明会，说明会的时间是135的上午11点，246天的下午1点钟。这边是我们会社的地址和电话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，谢谢。